西亚啊。他龙车可以直接把人秒了，都不打，一直讲。他钻了，已发动步区，各位观众。我已经还要挖他，他又进钻了。这就是跟游戏王一样，现在都在我的计划在走。技能不屈结束，对啊，结束哎、欸，我不能换装备，我一换就没了啊。那天是谁跟我讲说，你知道身上有不屈换装备还是有啊？啊，土拨鼠，啊，不是我，啊，我那时候说的是自己手动穿，然后身上留只有不屈的那一个，哇，就你。我那时候听到就是这类似这种讲法，屌犀利。可是，好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人说是不屈，没关系，不屈没了，我们再用不屈就好了。有没有？这个不屈没了，再还有两个不屈可以用。呜，刘战龙。哎呦，进度跑到最后一个喽。我的兽龙总也差一个了。可是兽龙种没什么好用的啊，哎、欸，我飞龙种也有很多格的哎、欸，看一次角龙哦，要起来喽，很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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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警派，还要再吃哦，晕了，很凶很凶很凶，哇，加派，他龙车超痛的哦，力战龙车，刹车，力叫黑角龙车，黑角龙卷。啊，我没有喝这个哦，难怪那么痛。注意啊，保持一，我吃到了，算了、哦，倒了我就直接全力输出他脸，朝他脸颜色，朝他尿尿地方打，看起来要倒了，搞得好像我自己牺牲一样。哦，出现了，瘴气。我瘴气掉等啦、啊！欸，是你，是他的啦。哦，我接下来要去找痕迹才会那个了，要去找震动痕迹。转圈圈。哦不，不屈发动。没有哎、欸。那个没有粉。我有点怕，我现在有点，我撞一下，我撞一下。哎、欸，屁的，为什么我没？屁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我刚才有没有防御到？为什么？呜呼呼呼呼呼！啊！哦，不是我，谢谢。我飞好高哦，妈呀！轰哥怎么也是力战的、哦？轰哥几乎都有啊，跟那个蛮恶龙一样啊。所以其实你可以叫轰哥出来，然后每个地方都会加，懂吗？我昨天无聊打了两只蛮恶那个雷恶龙，然后都有加。力战轰哥。哦，林曼玉。他跑去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睡觉了、啊。哦，快死了。没有，都说错了，跑去晒太阳。啊，没有，红哥也跑过去了。混乱心情翻滚着。好来，来，第二位了。我怕。是谁？哦，红哥可以撞。但我觉得怕，我不怕，但他不让我机会。轰哥，他前路弟弟喽，小心各位。啊，快把轰哥撞死！轰哥撞他！啊，不行了，他下去了。哦，太累了。我们还有一次机会，我相信机会掌握在自己手上。行了，啊，反正。哦，
没体力了，糟了，机会不属于我，剩你了，啊，我要死了。黑角龙可以，可以，我知道。我来了，他跑了，还敢跑？轰轰轰轰轰轰！红哥吧，红哥买了，红哥不要，买了，红哥停，买了。红哥，我刚学到这一招，听说你会怕尖锐石。听说你冲的时候会怕尖锐石，红哥来，来吃肉，我跟过来了啦。你给他吃大饼吧，冲啊回！红哥，尖锐石在这里，红哥，对，红哥看我，红哥吃大便了，红哥去了。海龟在撞，哎，倒了。啊！我选错时机换弹了。没有石头了。要装是不是？对啊，可以装。这附近有很多核桃。不要装地哦，不要装地。好了。有了。输出脸上，他平了、欸。嗯，拜托，我是一个曾经步区失败的人、欸。哇，这个口水量，人家怀孕了、啊。怀孕会那么多口水啊、喔？我可能吧。啊，你不说人家怀孕？我猜啊，孕吐啊。应该打他肚子，容易打他脸。打肚子最棒耶，一次爆两个头。一次两条龙哎。对啊。我讲错话了。打我孩子！我讲错话了，他就直接两个龙抽。哇！啪！步区发动，我牺牲了报酬，召唤了步区。步区有吗？哎、欸，白痴，我这套没步区啊！我一直以来都有会错意啊、哦。怕爆！我没有子弹了。等一下，可能是换要换到同时有步区的才有吧。拜。我真的换错衣服了，白痴哦、喔！难怪步区没了。对，猫自己加油啊！开心哇！你现在整张地图都是力战呢、欸，怕包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来，我睡他好了，应该可以睡吧？玩过头了。你要睡已经怀孕的？可以好吗？怎么了吗？至少还是你有，至少不会是他的种。厉害的，他跑上来找我了，怎么办？找回去啊！没关系，你撑住了，你撑住了，再挖他足迹。好，哈什么？好，没事，慢慢来。他有第二转身一招，你可以撞我了。飞铁龙、空哥还有贝甲龙，去死！啊，还算了。哇，好险！啊然后就装了飞扑达人这个东西。第一颗无敌时间侦查。第二颗飞扑达人启动。你们石头有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等他上来吧。飞扑。是不是？我扑过来，没事。睡了，睡了。好，来啦！哎、欸，我怎么醒了？哦，让你扒到了。我操，他！你看，这边真的是垃圾判定，真的。
昨天我们这面墙不算。对，昨天这面、这整面墙都不算。有没有？昨天跟那个奈斯在打，不是也是这样吗？对啊。骷髅头，可抓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不是墙哦。狗屎判定又出现了。我今天痕迹在哪里啊？在两个抓。好、哦，在这。啊，红哥跑下来了。红哥。黄哥没事没事，黄哥没你事，没你的事，黄哥。哦，看到掉了雾了，他回来了，黑角龙回来了，他要去他睡觉的地方了。啊！我去抓，我去抓他吗？原来，我来啦！啊，你放陷阱，我杀粉。打的，我正在。抱歉，刚刚内部的人关桥我。岩飞龙，岩飞龙，岩飞龙，我没看错吧？还有黄鹿孔暴龙是我的。好，我去看看有没有那个痕迹可以拿。我怎么说？我看有没有痕迹可以拿。都那些怪怪的东西啊！红哥也是八点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来啊！不是说有什么亮的？什么亮？哦，片手啊！就是你往后仰后，然后直接按左键、哦，然后直接按左键。这片手怎么接啊？哦、我不会玩哎、欸，我不懂它的亮的意思。就亮的那瞬间，你大概只有0.5秒时间亮吗？还是身体亮？全身都会亮。你会听到“心”一声，就要靠了。所以是伤害差很多啊！差很多啊！比如说你瞎鸡巴乱按伤害700好了，你认真按伤害会有1100。吼，又上次按、哦、按不太出来。啊，所以飞升要路斩之后，嗯，然后你就开始身体会总共发三次光，那三次都按中的话会很痛。哦、啊，如果都只是狂按你的三角形的话，就伤害就很低。没有啊。啊！我只有看到蓄力，我没有看到亮哎、欸。哦，看到亮了。你要看你自己的身体角色。我知道，醒医生就是那个气而已，对吧、啊？就是那个、啊，就是那个醒医生，就那个啊，就是那个醒、啊，就那个。对，嗯。可是你要接这个，就是跟其他武器一样，等晕眩落地或没有力气的时候才能靠这个啊，不然根本打不到、啊。这个对，就假如他在动的话，这个太难打到了。就跟剑那个啊，剑切那个一样、啊。嗯。可是现在片手的攻击方式是不是变多啦、啊？还好、欸。多样了啦。是还好。嗯，我觉得还好。就多了这招这样。对啊，只是多了这招。哦，还有就是你在举剑跟盾的时候，往前翻滚。嗯，再按那个，我们是那个爪子，对对对，就是准心剑。嗯，然后你就会直接一个上勾拳去抓魔物。哦，上勾拳，看一下是哪一颗剑。没有，你就是开准心，你开准心，看你是哪一颗剑，你就开准心，就是投是投植物的准心吗？对对对，投植物或是勾爪的准心。嗯，可以翻滚的时候，气化埋嘞，马上按，不要翻滚后按。就翻滚的时候按准心。对，就只是多了这两个而已，其他我觉得没有什么变。就拿武器的状态下嘛。嗯。准备往前翻就按就好了、啊。哦，有有有。对啊。
这就不用一直瞄了。好帅哦！哎、欸，喜欢。来吧，来打主线吧。来吧。等一下，我还没，等一下。啊，只是实战，直接进去用，进去用就比较好。可是我们等一下好像是堆大炮哎、欸。怎么堆大炮？那个月城防御战。嗯、啊，没事啊，可以啊。魔物大致比较好。我是不会用。我还是不会用 Holy Can。你准星是哪一颗 ？L 2哦，是吗？对啊，对，你就拿着刀往前，不是按叉吗？你叉是翻滚吗？滚、嗯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叉马上 L 2啊。对啊，你是对着柱子吗？还是对着、哦？你要对着东西哦。哦，欸、没有对东西也可以、啊。先按着 L 2然后翻滚再按一下。哦，那就看你怎么弄出来，弄得出来就是对的。嗯，那如果翻滚的时候马上按，欸、哦，翻滚的时候马上按也行哦。我懂了，好，我会了。明天晚上六点要吗？嗯，我出来了。返回据点，确定。安，好了，可爱萌，你们都可爱萌。嗯，全家你最萌。对，全家你最萌。月城走位战，我是直接接任务就行了吧？对啊，我先去看动画。我也要看动画。那、啊、今天哈记嘞？他们休息，团团要录影哦，团团要录影剪片，然后哈记。好，去做美容。好，爱睡。他变漂漂亮亮的。漂漂。他要变漂漂。变漂漂。啊，还有。快点，那边。啊，还有。哦，啊，肚子被砍了一下。哇、哦，这个肉好肥哦。啊！哦，头盔，哎呦，就是大师来签字了，真的。恰。唯一有用的敌人。剑切斩。哈、哦，还会用替身之术，厉害吧？这只冰咒人好强啊、哦！他会讲话。还是大师在讲话？大师吧，冰咒人讲话。喂、哦，冰咒人在讲话。宝可梦吓到。搞不好啊。那挺厉害的嘛。呀、yeah, ，他是倒了，大师伯，你的肤色衣服，我以为你烧烫伤了，我的天，防御，哇、哦，我身上湿湿的了，大师，真的假的？三温暖太久，我人会晕哎、欸。啊真的假的？对，就跟喝醉一样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我动不了了。屁啊！里面靠你了。好，我是猫咪。喵。身上都水水的，水水就
好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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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不不不不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等一下见，哎，别吼，什么？我的脸超粗细，你在看那几个灯泡更粗细好吗？好了，起来，来抱抱。好，我重接任务。我接了。呀，冰咒龙就要拿新武器去试刀吗？感觉这样好好危险啊。可以啦。顶多重来一次嘛。我吃票。不早吃。哦，你吃了？没有啦。没差没差没差，我是吃推荐定时。韩乳，我有我讲话有韩乳干吗？你都没有播，我讲话没有播。你怎么说我讲话韩乳干？还是讲他的大舌头啊？看一下看一下我的道具。好。走喽 ，Go Go， 行。まずはやつをひるませろ。ひるんだらバリスで。金。我说你的刀会这样啊？那个是冰咒套的效果。冰咒套。冰咒套你的武器会发光。哦。所以我们是搬炮弹吗？来到下去打，下来打啊！你搬炮弹，你打到他吗？来来来，那我赢你用。反正就是那个墙的耐久度不能用掉。OK OK， 不能让他一直撞墙了。对。结果大家都拿骗手机啊，没有，就只有杰克啊。我拿还是拿中毒啊？哎呦啊，痛！刚刚讲半天，结果哎，哎，不，这片墙，哎、欸，他打墙了，有墙，杰克，他挡墙了，杰克，复他，星星，星星，我星秒下来了，你要接完他，就跟太刀一样，这是强迫症，注意啊、哦，没体力了。注意啊！没体力了，注意啊！划船，再转一圈。阿白特，你不要乱转画面。哇，没成功，没成功。哎呦！啊，你刺到，你刺到，你很棒。哦，六 K！ 嘿，我躲掉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六 K 到，我 Go。好的 ，Ken， 那我们来 ，Ken， 成功啊！好，没一装了，真的要一装才能玩呐、啊，没一装怎么不能玩？骗手剑，呜呼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，哎、欸，我盾牌挡得住他的攻击，太棒了！可以啊，小盾也可以哦，可以啊。我有强化，我盾牌有强化。哎、欸，你是用什么铁臂珠哦？墙壁吧，我有墙壁。哦，我装备有墙壁效果。啊呼！感谢松阳超级留言。哎、欸，建国这边，这边也要啦。今天才加，才说你是谁？结果他说我是松阳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我是松阳。松阳，我记得你了。然后哎、欸，建国，建国、啊，我说可是叫本名比较有亲切感，有没有？阿路，然后叫两个字哦，对吧、啊？叫两个字的那种哦。哎呦，你踢笑哦。阿东，因为我骑在他背上啊。哦，
墙壁真的是北七，也是一点点墙。啊，对，他会放屁哦，不要在屁股后面哦。对啊，他在甩太久，他一直甩哎，他甩不停呢，我根本没机会戳他。啊，又结冰了。好啦，玩太久。他到底是可以骑乘还是不能骑乘的？他可以骑乘啊。可以啊，我刚才就骑上去啦。只是看你好像没办法成功。哎，他小看你。有骑上去。他小看你。我刚才已经骑在上面了，好吗？他小看你。哦，没有想到你不是说不能戳。就是没机会戳他，一直甩头，一直甩头。哦。太小。太小。但抓不起来。哎，我在穿衣服，我的衣服。好，穿个衣服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哦，是吗？哦，我想走，后面突然拉远了。他穿衣服，因为他现在变得很缤纷。呜呼，哦，哎呦！不动了，不动了，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。嗯哼。哎呦，冰块！这是亮到不知道怎么打哎、欸。打他！音乐跳舞，跳街舞。有，我在跳啊。嘿咻！嘿咻！哇！感谢赞助，感谢松鸭。不是，这次不是松鸭，好松鸭哦。不要！赞助也蛮大一笔的，怕。感谢。不怕。不要。哎呦。飞出去了，它越来越亮了。哎呦！我喝个水哈。嗯，有这次这么难打、啊，之前打不会这样啊。啊！又在掉冰块了。哎屁嘞！没抓到。不要撞墙，他撞墙。离墙远一点。你离那片墙给我远一点。跳街舞，跳街舞。哎呦，不行！我身上的颜色超像奈雷伊装的啦，都冰冰，然后又黄黄的样子、欸。是。啊！结冰！呀！软化。第二阵地。跑哦！呜呼！差点死，喝个血。他跑去哪？第二阵地啊！震慑他！第二阵地在哪里啊？跑回来那边，用龙抗炮击退。画面呐、啊！我刚怎么突然变第一人称啊？好的，老板炮弹了。第二阵地是在上面吗？对，先跑到炮台旁边，然后蹲着走进来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进来了。喂、
停弹两次。这我们是要直接从大炮打他吗？对啊，是喷爆弹啊！哇，他冰块怎么可以穿过来？他是不是作弊？搬去哪？上面吧，好远啊！我来了，注意那家伙的动作。田壮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哎、欸，发射了，哎、欸，谁发射了？哦，射，不是，没有，只是放进去而已。射他！怎么射？射！旁边有拉杆，旁边有拉杆。射！啊！他被贯穿了。啊、哦！原来没声，哦，有声。哎、欸，这样子贯穿没事哦。决定开粉专来，哈哈。因为今天就是在聊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有人推荐说啊，创个粉专来这边看台就好了，这样就知道 ID 了。创粉专，然后 ID 改成你说以粉专的名义吗？对啊，像杰克就是叫杰克，不是他的本名啊。嗯，这种东西就不会认不出来了。嗯，可是他不会抓吗？粉专的部分？嗯，抓什么？名字什么的啊？粉丝专业而已啊。粉丝专业不会抓，比较不太会抓名字。对啊，不是本账哦。本账的名字有时候他就会抓了，然后说什么这名字怪怪的，怎么样？对啊。击杀任务会哭哦？什么击杀任务会哭？就有人说这样子打的话，之后是击杀是吗？啊？是有不同剧情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是说直接不用炮弹把他打死吗？击杀人物会哭，我不懂，我也不懂，是剧情有不同的吗？这也太酷了吧！冰之龙，恭喜你选到了坏结局，跳成就有没有？全世界有 0.1% 的玩家达成了这个成就，就是直接把他捅死吗？对，拿长枪好啊，还是拿习惯的武器？感觉一直被打到了 没什么好输出。一个人要先看剧情。好，我先去跟其他人讲讲话。猫婆婆也有事情。OK。应该会所写杀不死他，我也觉得是哎、欸，因为毕竟他剧情需要，怎么可能怼得死他？嗯，就像第一次那个诱导龙三龙，不可能龙三龙不会死啊，只是不可能把那个灭金龙杀了啊，灭金龙一定会跑。是啊，他打到那个血量一定跑走啊。对，就像那个金氧，还是流一滴啊。嗯，锁血，直接锁血就是，然后到下一个区域。需要分析魔物的攻击哦。不用不用魔物不用分析啦，因为你这样子分析，其实我也看不太懂。最直接的方式就直接去自己去体验他的攻击方式。嗯，这是最快的。用他们喜欢用身体，他怎么打我们这么多？什么用身体去感受魔物？嗯，他们都是 N。打了才知道，被打了才知道。对啊，装备，对啊，谢谢你的好意。这龙的部分都是自己体验了才会懂，就看看别人文字上面打什么啊，什么招式，他什么动作的时候，体会是不一样的。对，
就之前打的那是金氧啊，不过后之后应该也不太需要刷金氧了吧？应该有类之后应该会有类似金氧的东西吧？哎呀，有啊，就是明灯那个啊。嗯，什么明灯？明翅是类似金氧的哦，它是明翅，好 OK。哼哼哼哼，他被暗醒哎。对啊，因为我都觉得哎，他是明灯笼的那个幼年一种的对成年体。现在是第二次集了，下一次冰之龙的任务就是直接杀。有有有，我接到了，我现在就是要去杀他了。他很可怜。